所以咱常讲一句话：欢喜嘛是你，啊无欢喜嘛是你；快乐嘛是你，啊无快乐嘛是你；啊作业嘛是你，啊无作业嘛是你。拢你家己对不对？那一句话怎讲？知己知彼，爱来听，百战百胜。一地一地啊，大家家己分一地啊。所以咱常讲一句话：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最大的失败就是自己。最大的成就是自己，想把心情好，一切都做咖啡，他把那么多问题，把那么多事情都别人讲。比如，我给我们带来的，虽然别人这块太太怪的这里安塞，但是这么严啊，我没当代表，伊嘛没当代表我，我心情呢，带是你要快乐点，我话代替把你的时阵啊，哦，艰苦啊，你的话太艰苦，好哩不？我咧看病。我在我给你放电视看啦，啊，你明天真好啊，都不可能。你记得哪？你记得吃不着，吃不着。是你跟你修的，心怎么跟你修？所以讲，一定要了解。所以一切人要快乐，要痛苦，人要经历，命运都要经历歹，你的生活跟心境是拢你家己，拢你家己通把握好个，顺当做来，我做清楚。你给你做些有意义啦，做些有意义的人，你看你做些无用功，做些无意义的人，不你看你无心人来害，你忙着他们心人怕害，无心人来害。这点，咱我用健全咱家己，你我用做你自己的主人，因为你有力量，无免做你主人，欲望当你的主人啦。所以他做反抗啦，伊讲，伊讲啦，哦。心是地，心是王，王居心地上。心在王在，心是王王。心在心心在，心气心心亡。不是心中作，莫用他妄。这句话无好像讲着。不是心中作，你今日你的心中这是不能作，还是无能作？作重要呢？咱今日当中。迄、那个佛教模式讲些个物件呢？佛教模式讲些个物件，你思想变化到这两种个物件，有影呢？你用你同个啦，魔鬼。但是以前变化叫做哪？叫大善人。那别呢？你讲以前是大善人，但是以前变化是魔鬼呢？所以你知道变化变得不可思量的物件，但是变化不可思量。你是变化的对，所以进咱台湾目前中做一个试验员呢，政府唔敢发试验，虽然看，伊后边就讲可以改造，可以再重改造，改造了啊有法多啦，都伊用心的机会，伊唔敢，伊唔敢出头，断绝伊些孤单的发表，一足足切。太幸运了，这一个概念变掉了，刚好你这个世界今天呢，但是你发现是什么一个方案呢？都可以改造，民主国家就可以改造，所以台湾今晚来看戏有成就呢。但今晚你这个队呢，你这个会员也无一个作品了吼，马来西亚的作品啊，可怜的中国那时候还是那个，那电视频道不能搞那个弄过，但是给。第一天的发誓，但是咱不能发的电视里，他第一天发誓，但是誓言是发不掉了，多年发的发不完，发不完再生，叫第二代再生，一起安那唔得，跟这个叫发誓，伊讲再有可能改造的机会，啊，就是以后反悔，啊，今日以后。该有的机会，啊！这可以获得该有的机会，你嘛懂得些些，民主国家就是这样。因为虽然看到我的气息，你能不能保留当我个两边标，唔不变标以后，最后问题这是件是做不成的，做成的物件，我讲以前时代的当中，讲啊，撤手啦，安尼当电视。但是有的我有机会，我哪有从哪发出去做这个代志？唔，我无机会啊！
发音就是你学这个机会。你上课的时阵，那边迄个台北有一个什么迄个咖啡店，啊，一个租客人吼，遐是什么人发明起来？啊，开始无开始一对阿妈无好。哦，迄件代志应该咱知。迄个七个租客人面生到我面前。迄租客到尾啊吼，第一化死的，第二再生，到到等来来，他说不清楚，一种化死的。但是叫还是迄两个阿妈，迄两个阿妈来面对有困难无？你听得知影啦吼，这大家知影。那迄个租客是一个租客，那边有动静，一个租客啊。去害死两个，一对阿妈母。但是这有迄个查甫过来，有哪有去甲这查甫囡仔面过手过啦？哎，要甲囡仔当然要会做些复杂的物件。唔过你若看迄个做囡仔是作善良个做囡仔，伊发现伊每一条断断伊个生命，伊安尼个讲，有可改造的机会。你是到时阵个，但迄个做囡仔讲。如果再给我有明天，我绝对这一辈子所做的善要回馈你。当时他做这件事情，啊，你有善良无？我有善良，有回馈。那每一年这件代志，那是天花地花代志，那是东南万能的物件。不过你发现了这些东西，以为要跟他关系的，民主国家都是有改造的机会。今天人来出现，我代表民心怎么不？我代表谁？但是伊有阿无心啊，伊毋是无无心啊，迄个态度就是无心啊嘛。咁是安尼，所以魔甲佛就伫咧啦。迄、那个思想改变，就是魔，迄、那个思想改变就是安尼。所以咱心用的，佛是上心；心用的，买的，为了爱买的，咱才讲啦吼。以前伊迄个，迄、那个叫马来西亚迄个抖音啊。因为呢，迄个查甫，伊一时看到左边咧，确定，伊整个思想中拢在想迄个物件。但是伊看迄个左边啦，你想别个问题。我阿伯咧，伊未去即个后边，人爹未来看，伊嘛为什么咁迷信？但是个困难，阿就为着，哦，阿就声音冇出来，阿特别想打到电视啊，阿电视有冇有有位无？平时人嘛，我本来穿花咧，穿无款，啊，做做迄个嘛，做迄个，人讲的时阵啊，迄个哦，不正面的嘛，哦，伊就无奈无奈。所以咧，做这代志的时候，当伊要做的当中，伊要做一件，也未做一件，也是他无心。但是伊做了了后，迄、那个无心，我差一点点点咧，我差一个念头无成。所以换你的时候，就是哦，这再造机会是两件不一样。好，自信必定就是喜欢自信，下降就是九千块风险物件。自信必定，这个叫做自信必定，无是无非无对立。所以我过去办兵乓球比赛不是过了，喜欢兵乓球。今年阿庙都有三个三宝殿，好，阿庙都有三个三宝殿，叫做无上正定正觉，金阁归道为一的是啊。哦，咱不离的兵法经也三个，喜发边定，一个发就是讲发想，那个主心叫做边定，那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大家讲听听，好，阿个主心无边定呢？好，哦，自信下降就不是众生，其实佛甲众生，咱之前讲，拢同一个物件是造出来，同一个思想出来物件，这是另外一个。他这一个刚出，内蒙的是哪一个叫做白话，一共是几多字？先不要想啊，打抓一路出来。好、哦，以前以前我们从对迄、那个，哦，迄、那个班长打，迄、那个班长有一个小弟，我们一台玩笑的，讲不要想，当然想不要想，
叫插拔，你知道你插拔叫插拔啦，插很像你叫做不行，不行的对，不行的你就在听黑，不行的对，你就听黑在唱黑，不是这个马蹄，是内心的感官，你叫做不行，安尼吼，但是你不行，自行协，相协，你是对自行产生出来的后邪。向我们物件，那叫做哪？你咱一般这个众生的这三种叫做哪？叫做众生，叫做魔鬼，吼、哦。所以不只是众生，逆境心有向强，即不在相同中；逆境心有向强，先取你的心有一个向强，这个强就是讲曲折，不是咧讲强弱，不是讲歌曲哦，不是讲。你的眼角就是你的心的无病，气这个叫做傲气不平，这个叫眼角，你不会这样讲。啊，那心无傲气不平，叫做平了嘛，叫做平定嘛。哎，你眼角叫做傲气不平，话起来开始，一个人不单纯啦，傲气不平的不单纯啦。哎，恁呐，你做我想问你个咩？你一件看不作简单的物件。但一想是对出来的，那叫做傲气不平。啊，那个人不做位，那个人怎样不做？那后面还没人做位，就来听不死。都不能做单纯的，一想就看到对出来。我看这，也只会非常平静。我帮你恭喜你啊！我给你花的，好不简单，那够轻了。但是你后面人。你一句话出来了后，伊就绝对有作在你，你伫下面大耳朵、耳朵、耳朵、耳朵割袂爽，作割袂爽。啊，你若明白讲，大概小钱到尾大些些。但是你讲，伊就带你甲你割，带你甲你割，迄人无到底，迄叫做欠不欠？你看你，不单纯的物件，你要来讲，讲袂，讲袂得，真正讲袂得。你唔得，你该讲，伊就先来爽。转转的了后，另外变成方反正伊听到的物件，伊无法度接受一部分物件。到底就是安尼，即款人到底就是安尼。你唔捌拄着，我捌拄着，这叫做啥？到尾迄人呐，无平衡。莫不啦，一日，咱过去下面行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咱个两个月，咱大家唔是空看。你唔是做，你唔是偏干，唔是空看的。人是要跟你计较，人是要跟你比较，人是有需要。你无感觉，你家己就是无需要。你原本你家己做到，但是我想过一句话，讲傲慢当作傲慢啊，当作懦弱。啊，你做傲慢，我做过年，我做过年嘞。我们当作懦弱，我们我跟你慢慢当作魔力，拼命当作进阶，好，傲气当作生气。啊，你原本。伊是迄物件，迄拢做拢叫做养强，迄物件做个养强。但迄个人，但想讲，无平衡，根本是无平衡，我无平衡。到尾另外，个所在，一个所在，吼，伊迄个所在嘛简单，迄个人来，安尼到尾就是安尼，就是迄个性。所以希望我今日你希望个人对朋友，你的幸福多。但是其实你相信我，我咧讲这个嘛是情况，伊嘛是听一大堆，但是要听改变，无简单，你改变大，伊家己无啥改变。虽然伊虽然是咧在修分，唔过伊就是世界相信我，完全未变的，完全是飘飘来的。心念平静，即。是众生成分，好、哦，心定即是净土，心定即是道场。咱若做广告，就会讲，心定即是净土。你咱就是打坐，照着迄个啊，佛法经内面，就是经内面，心定心定即是道场。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讲，心定心定即众生成分。所以人家说，啊，你也要。
心的人，哦，上班吼，把握你心的人，哎，不想的心的慢慢。恁人就是红枣，那是重心的。恁人若袂红枣，恁不老。唔过要修修袂合，必须要修袂红枣，唔是简单的。你个想看啦？你红枣，变相的想是对。你喜欢的感觉啊？我想讲，就讲今天的五名队，爱五名队呢？虽然讲本台不过调到呆呢，大出落雨呢，我呆呢，呆呆的有意见啦。迄、那个意见唔是讲你唔捌，你捌，但是你袂敢去捌，你就当你捌。所以我想讲，这个有毒之物不是啊，非不敢吃啊，是必须的。无毒之物不吃啊，非不敢吃啊。气力不一样，少年高压，比不高高压高兵。诸位你听好，有毒之物不食也不能吃，胃不敢吃，不是我不敢去吃，我爱，因为我有情义，心必素养，吃会死，因为我有情义，不是我不知哦。无毒之物不食也，前面的我不吃。不是我唔敢徛哦，因为我有前提，气必重要。你徛一定到了有一个时阵，前面必须一定做对几块地落去，对不对？嗯。我有前提，徛一只必一定重要。嗯。后边有话怎讲？消极高压，非不敢高压高压，这点无论我们不是我唔敢高，但是我有前提，肯定这点人行一定出问题。现在人家要修炼，人家要修炼，现在人家要吃菜，你没有精力，弟弟，我要不讲这条路，保佑我不给你用的，对不对？我有精力，我不给他们讲这条路，我不是我，我是那些现在能力很牛逼，那我哪里来讲人家？那出来人家，好，弄牛皮肉吧，你解释你的现在的好朴素。你写什么时阵啊？那个大鱼大肉，你写什么龙虾？你写什么鱼啊？哎，你真正那不是意见的吼，你看到那个当中吼，你真正的是那心会动摇的，我不会。但是我有经验，我去当代小动物，有经验。这个严村长，你叫我一见的时阵啊，那个叫东西是我透过严村长。延伸走去拜访那个手腕体，就是手腕体的这里部，那不理解啊，那不能理解啊，看来这里部，用不了就用不了，不开花花干，啊用不了塞点血串，啊我这个不就，啊打个背板就不需要旁边，所以我拜托的是那个孙哲，啊就是孙哲，我延伸走然后我你那个，哦手腕体的边啊，那个。那个很重，他说给一两个，这些什么点呢？来处理，他妈在打你。那我今天包厢没工资了，我有一个人当掉，你延春总哦，你去了马刀，马刀的那个什么，那个金山头前的，那我一个人是新产的，我被气啊，我被气啊，新产太难了，掉。我马去马去，你来哦，我出来一下哦。像那个管路在那个甲方啊，阿里啊阿里的，我是管叫熟悉的啊，我们这我们这边的哦，我这边是做哪一点的哦，那给差些人民，特别差的呢。啊，我想讲我这个东西拜托这台子哦，啊，伊差不多个小目标，只要就我再把负债钱，能利息能存折我这个生意，我比较容易嘛过来啦。啊，嘛我是那个不要负担嘛过来。咱连村长作息派安尼啦，还是去叫我遐人，我实在，我去啊，啊，规定都坐电梯对啊，哦，啊，即摆伊就叫伊先先炒一个米来啊，哦，啊，两个菜，啊，加一个汤啊，安尼啊，啊，我一个人个安怎，哦，啊，伊炒一个菜就是哪样样个，炒一盘出来烤肉，烤肉做你听无，伊安尼啊，啊，嘴巴都破掉吼，我讲拍袂，啊，我目睭看。快点！要啊，贵的肥哦，那肥哦，烤烤它，唔啦唔啦，一个那个快点生呀！哦，大肠，这个这个，这个那个牛皮啊，我
做一种丰盛的午餐，别人给供应了。那你就先别想讲，咱们今天对方为了吃这丰盛的午餐，阿弟今天去对方干嘛？去挑什么样的米？到底在那里吃什么米？但你能管啊？目标差不多嘞，目标，那个那个金宝莲嘛，欢喜，啊目标差的嘛，欢喜对啦，吼、哦，因为伊嘛欢喜讲，我想讲，你这顿饭你肯定重要，无你每一道每一每一道菜都是你讲的，但是因为伊要吃嘛，食迄物件，有些物件一顿几万块哩，有些你食一道菜，爱难吃我无。但是心内有那个话唔在，我意思咧讲，即道理是讲，我有前世，我有前世，我真有信仰，我今日我行出条路叫做解脱，解脱，因为我唔跟人讲，我有前世，所以咱来讲，咱今日是希望过来咧当中，迄个心唔通无变，看到人咧，看到人咧好康咧，就开始气啊，阿弥陀佛。所以你要当坚持肯定定，坚持肯定定，一年能够未来，一年进化的未来一点什么？未来一点什么？做这个你爱想不得做这个，但是你过年修那个，只要过年才穿，对吧？今年不穿，但是过了一，他已经结束的话，一他已经做，过年过。我们先定下来时间，你那么时间，好，一年一年过呀。伊讲，伊要认真思考个，伊是我本来这个文化方面，好，伊怎个意思呢？我把这个少林那个，你是先出钱的，钱很重要。啊，当面见证的，啊，特别当见证当中的麻烦，办了，那个伊当下伊那心拢还老老白了。啊，我年轻他，啊，伊过去领导的老母也是一年半包，是一个作品写，一些人，一些父亲，兵部的老母，伊讲我这一辈子，我为他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咱老母心里无必须，一年咱的母亲叫不起来，第二个，这个你亲口的话啦，我亲口的。一啦，无听道理一啦，到无情况一啦，有情况就无啦，死啦。大家到了的时候，拢去无啦，都不去无啦。但恁无啦，恁的情况是在现场迄个、迄个、迄个主耶稣嘛，耶稣跟你签名，对于恁个性格，是哪个？恁叫签签的出来，我早就办了。但是恁是为了恁爱伊个。天龙的十八步就是这样的，你对不起，因为你一点一不下这个标点意识，那么不怪，那么我因为因那些，我来安慰，安慰别人给别人改变，但安慰哪安慰哪条，我才能设定这个根，所以再生这个根，啊，死掉这个鬼，这个根，那这个根根不是开玩笑的物件，但是恁男的，你见到他们我就想，哎呦。但是你的时间的搞定开始紧张，开始紧张，真正是有这个力量无？其实踏踏实实，道经、礼经、天命经，这没开玩笑的。你开玩笑是真正，你拿那个数字开玩笑。所以我来表明，大家真正，但不过坚持那个力量比较少点。哦，所以莫信，主不问，主不是经问，哦，主不是经问。主将无佛心，无所谓心分。哦，这个人做无言难动，那你心就是分啦。因为得存分，主心就存分啦。我这个很心分啦，会吃会穿会困，这个很心分啦。啊，那未吃未穿这个啦，这个叫做差劳分啦，干不了的啊，不能叫差劳分啦。啊，这是两撇的呢，这是两撇的。人家我听到你的心安呢，是好差呢，感觉呢，人家心安觉得对了，但是恁人家缺的是尊差分，但是恁人家动作以后，要求你改正点啊，要求你改多点，
汤鱼鸡母啊，生的大，啊，连接杂，啊，穿的是软软球球，啊，球的是球服球衫。我哩做，我哩做哩，岂不是做顺流？你个人先无理智，心变心无变，伊若千秋一，伊得烦恼。千秋一听啦哦，咱焦先生，千秋一办错了。无无啦哦，咱焦先生真正做不过。所以呢，注意过去的千秋一两点当办错事，但是千迄个小红呀，伊就讲。魔心成就，魔心成就，我啊，我的生意，我的行业办到，伊是重心来吃，台台的吃吃拢我切吃，刚才讲的拢我切吃，伊讲啊，你了到面，啊到魔心成就，阿弥陀佛心内话，阿弥陀佛你听了啦哈，所以呀，阿出轨啦，他那我法烦恼哈，阿出轨，心内话。咱的时阵啊，迄个柳叶，啊咧，迄个红叶，红叶咧咧做酒吼，清香，清香。你敢去看？我唔敢惊看，我唔敢看，我但是我伫房度，人好多个房度，一只一只，我夹夹啊，你听。好啊，咱用迄个白胶个吼，好啊，拍不了，我话小心点吼。真啊！我看真诶，惊！你归亲戚啊？哦，归亲戚啊，伊咧排哦，那是归平啊！哦，真正善方面，真正方面，一方面。做咧平平平平，方言归不是咩话？连一种连一种话，一种话就归咧哦，有一块是做哪迄个啦？迄个叫。这顶啊，啊人做乖做得好，咱变做做乖鱼，甚至做迄个哪，做电子琴的迄个哪，迄个唱歌，个个唱得好，做得不三不四的，会啊，上底啊讲，哦，啊当然做乖做得啊，伊切一边迄两个时阵啊，迄个唱得好来唱得好，啊乖的时阵啊，迄个耳朵变嘛，哦哟，啊会啊，迄个是咯。上天有咧想着，我今日这个亲像你，啊！你今日去见面嘛，做这个，你徘徊电影的方式，你今日啊做这个物件，真正是真哩比较见面多。哎呀，祖贵的应该个，那做这个。今天，你今天没上班，你想去呢？不是这个人，好点。好，你有几多？好，是不是那么丢人？穿的是球服布衫，啊球的是球服甲布衫，去到遐三年后遐个做一个无离开复修，我讲复修，平常平常做个平安，大细人拢读书，啊赚大钱，啊事业顺利，拜一个人拜拜，第二拜拜，上尾三拜都不要拜一下，都是空一下，啊你也不晓得，啊就看别个来排名比我先前。啊！我拿玻璃，我拿新的来，我比我不得了不起。叫多多，叫多多哩。啊，马尾来去，谁敢拿你啊？哦，亲戚们，你根本就没讲话，我亲戚都不带你的钱。啊，我呢做的根本是做顺流，啊，我呢是讲不比，啊，你做的为紧，所以讲讲你要明显。你免求我服务的，你若去做善事，我来服务你，免你来求我。咱来讲嘛，你免来打给我，干你服务的，安尼嘛，咱来讲嘛。但是咱为着哦，叫阮焦先生哦，伊个意思啊，伊就是哦，乐善，伊就布施，伊就救济，伊就救世，做这物件。哦，啊，受着足济人来认同，啊，肯定啊，焦先生。到年前前面来变，无人在拜车。好，实际车走哦，咱想要潜水，人家想分别过。现在呢，所有的物件，无可能无论着我们信徒伊建功，无要讲比较出环节，无吃下拜，拢是收些了，收些好礼拜了哦。所以作为委员，这个变迁，但是
这叫做力量，这叫做文件，这叫做地位。哦，安尼对啦吼，阿妈也是咱小先生，哦，尽管人天的，哦，这读书的信徒很喜欢，而且呢，也感到也感激的受爱。哦，这是一个啊，将军的这条线的印证，咱给恁大家做个普遍鼓励吼。这叫做呢，这叫做魔心主分，主分，不只不是主分，哦，主欲无不心。你哪能做恶事？最低的水晶分，好、哦，那我不想讲了。我们在世间不离世间干，啊，离世必存分，我得个分嘛。啊，哪呢？他不离分，但是，好、哦，就参详错，错干部，当然错，这个错比我们做清楚。好、哦，何所谓晶分？必定主心是分，敬莫安。你信就是分啦，你莫去怀疑啦，你莫想伤济啦。你若你未信分，你就是信分，无可能啦。你求别人，求天，求地，求后壁，求旁边，上太重要，家己上重要啦。哦，家己也未用，你真个叫会着你阿公。你莫多呀，你甲拜佛拜拜。你换啦，你甲求我可爱的时阵啦吼，我来看。啊，你头先啥？我也来，我比你，你也装袂完嘞。啊，你即阵袂上瘾，我都要上上分。啊来嘞，话人就啥啦？三千三，今年嘞，哦，有些感官属相，所以你心物嘛是由伊，你心魔鬼嘛由伊啊落来无？但是你家己讲，所以你要清楚，你家己要心物跟心魔鬼，你家己。要给的话，你有什么不怎么办呢？他们光不能帮他们，太难帮他帮忙了，这是不对的。但是你先不给他一个得标，就不依然起码的，那就是不对。不能你给他给你们把这个收在那比较简单，你给你乖乖都在谈的比较简单。你给你真正假说是希望的比较简单。你想好办不是啊？过离婚，过离的时阵啊，我想到过，离婚靠上来，一当天分到来收三百块时间，欠到来收两百五十块，现在过离人家收住，哦，过离的分了归家是作证，是咱别人提出来的，当天啊，设定好干，哦，所以呢，咱真好干，可能方便，这个、世间会当咱啊，含蓄待住。也像这个可以输掉，哦，那么贵有合理的来去，哦，哦，逆境主心是不叫我合理，我无因为人家你该是温馨相伴，啊，温馨相伴就好。听好，我无因为可以给你，我无依赖。你话你摕物件来，摕物件入来啦，拢无啦。咱若做到真侪，我问下你，你我问的外口，要找一个哪，要找一个清净的，无可能。我问的哪，色、修、相、缘、色，对不对？这个我问，啊，我问的这个我问，对不对？啊，魔魂来的，他们叫做魔魂。啊，伊个魔魂呐，一些个错咯，色相偏比拢错歪去。啊，那伊个迄个色呐，他转比个错咯，色相偏比拢清，拢清清无了。但是其实迄个色就是不清无了，迄个色就是国家的本身的思想。啊，是你离离开了你本身的思想，去找一个物件。我问话，你我问嘞，你最初这个名啊，清清的嘛，安尼清清的，色空不离，缘分的，受空不离，心灵的，相空不离，色空的，天空不离，关注在旁边听好哦，色空不离，记住啦，
迄、那个色就是主宰伫你头前修相颜色，这三这四个。但是迄个呐第八啊，迄个色修相颜，迄、那个色啊准备，因为你个色咧带头前这物件拢变稳，拢变阴，你就是用迄个色先咧带色修相颜。修色就是外分外好。修相形的功能性，色就是在维修世界，听到吼？所以色色的骨骼的形色是骨骼的话，我这个形是用色来形容的，听好？这个色的我画它为幻所有相，叫做色，那也叫做色，色叫做画。修就是在搞修，相就是你跟你说，形就是你起心动念，弄对的。五迄、那个地形色，迄、那个物件来操作。啊，若对迄个物件来操作，阿文还行。因为迄个叫做分别，迄、那个叫做结合，迄、那个叫做比较。但是你色那个脱离出那个地，哦，迄、那个不是实在话来讲，你操作叫做同性来操作，拢同性来操作，所以你色修相形色都变成了，啊，迄、那个稳拢变成。我闻清净，那受苦不离心量念，受苦不离爱心空间，天空不离不管存在，那时空不离变的。好，前面说的是色空不离，哦，这两个哦，色空不管万缘，一切万缘，就是因为你家己有只定念传落，所以一切万缘不干，并无念念的意思，不变清净。所以你这当中来讲。我无一个人承认，唔是对外口客物件的因为咱在做银行前就讲啊，唔是我原来在当中，你外口客物件的因为内底不安呢。你我原来在当中稳重我，就是个稳重我，迄、那个稳定的我稳，有一个内底，这叫做自我的物件。迄、那个我唔是对外口客物件，就是这个我无一个人承认，唔是咱。比起这物件，比咱的内心世界，不是安尼。咱个网上台，什么人在看？我都不知道什么人在看。咱个看到吧？其实咱个地海边，海角天窗，我没有看。我就讲太难发挥，哦，讲一切物件进来后，所有电视进的多的物件啦，先人海边在看。我比如讲什么，什么迄落个。电视啊，那个什么小 S、大 S， 以及那些假动啊，不应该贵吗？啊，因为一直讲新南海的，哦，这个电视的贵啊，什么性骚扰啊，什么贵，或者是电视台在贵些物件，啊，贵起些物件，你新南海，你家己手生谈，较早啦，你手生谈，他得走了，他光这个他怕的。那些修成善塔，上高庙，那是修高庙，是修妖庙。那么现在呢？爱修的是，要家己控制的多些，什么人来？我想过，你可能都看到这个人，哦，你他上不会的干过，一点点都过去了。我把钱过那个米店，你出门过米店嘛，我都不会花。但你马上过，我先直接来。但是控制也好势，其实伊内心面的我控制也好势，唔是外口人夸耀阿海，合理多合理，合理做咩有关系？你爱食到咁多有关系？所以我出国酒不醉饮，嗯，啊来咧，饮酒酒，饮酒醉，啊食不醉饮咧，饮酒醉，饮酒醉，是唔得意嘅。所以这点咧，家己一定要足了解外口嘅物件，你点我俾你家己。该是本心生万法，该是本心生万种法。那你一心的这句话，甚至那些所谓民间的，那都是非常色的意思。外快乐，外喜欢，外不满，外是非，外成败，拢我家己，拢我家己。啊，我家己就我家己去负责，我家己去负责，所以人叫做命。家己做的命，啊，家己去接受啊，叫
本命是无相相，迄个命运是迄个宿命哦，本命是迄个转运哦，迄唔叫无相相哦。我该做做，啊，命运啊，我讲啊，真是贵，好。啊，本命就是讲，我会做，我个怎样认识吧？我会去迄个宿，啊，运了去，叫改变。啊，你迄个命运做了了后面，转迄个本命，迄唔好转哦。我来讲就是简单的比喻，结婚，结婚啊，结婚好，结婚无好，因为你现在结婚咩？诶，诚实中，不过老边牵过的你，伊讲要改结婚啦，改到一边，改一边，但是改不到通过的，你知影？换到一根烟，恰似一生烟，感情呢，我会往后的，给你结婚那个啥，但是。你哋陳先生啊，講伊拜一年我阿先生拜拜，伊個背就拜唔好，當好我唔知。但是拜唔是先人拜只，所以，哦，拜唔是真當好，但是你無拜未來好嘅，你拜只。有咩會啊？食飽未啊？天天過生啊？屁啊！你食咩啊？为咩受的？因为啥？伊去过来得有力量的。哦，你食个真正哦，吃会穿，什么人该食？伊该去做。那他到我们台要补钱去了啦，补钱嘞，他下钱去啦。是啊。去拿钱当下啦，好借钱的，去摸他摸。你是在做呀？来干的，伊在恁家的，但是叫多了，拿多，真正。做好，但做改变上，好家人家变老，操心，操心回来，无回来。伊为着要收，伊改阿变，伊把伊房间，伊怎办？改锁的，关大业来对人讲，不要讲。我若安怎发，有你就袂使发。下阵伊伊迄间来对人讲，我变一个房。迄个建阿变建个阿含腰身出出来。你按照通过率唔知，你是咧咧想象，但是你真正往上过率唔知，你真正往上过率唔知，但是你吃，是咪人改吃，家己的，你改，嘛是你改的，所以有物件当中，你按照做，你按照想，啊那咱唔免去吃，咱唔免去改，对不对吼？咱唔免去吃，咱唔免改，但是你吃，你叫做因改变果，变果。所以，并不是在咱们喜欢个人在当中，咱比那个好，咱们走运，咱们咱们能行动。所以呢，一切都是由他给，只要心和心变化。所以呢，你喜欢个人在当中，仍然是爱标准来化解这个。来，第二点，就好。五经文，五经文，心心将将发心，心心将将发心，心变将将发变。心灭种种法灭，五金留一期，五金留一期。有你定灭，定灭名；有你定灭，有你定灭。名自性真佛期，名自性真佛期。后代之人识处机宜，后代之人识处机宜。自见本心，自见本心。祝心佛道。那咱做别人呢，大家继续讲啦吼。伊照着人间经吼，啊，这段人间经来对当中啦吼，有这段记载。伊讲心心将会发心，心灭将会发灭。啊，这段就是伫迄个人间经来对当中，咱做别人，啊，照着老人这种人间经历代对人间讲来讲。叫做五经文啦，吼，这经文的记载，心心将将发心，咱今日去，咱的心动念，所以讲心动就会什么，就会行动，心动马上就行动，咱一切物件拢是对于心，但是你这个动念作用了，这个动念作用了，这个动念。那这个念头，这个念头，虽然不是一个念头，
那么是为了心心处我可了解过心心处我可了解这张准有这么大只的准但是它有一坑的时候的老汤里面有几十把股票这张准的股也掉在那里了好、你一千你一百万的股票、你就算了等于、你一百年万年的股数大概有点多而且呢，你会修修到一盏的灯火，但是你倒的时阵，你那个技术啊不掉，功劳哪里该修呢？那个你一个思想起来，你一个思想啊控制不好些，太难控制，恐怖。那你对以前看这个卡片，一老一女包，这还有点热。哦，贵人啊，哦，甲团圆饭，那他现在好像那么多，他爱叫他叮当，哦，天后领导部，领导部，你眼睛亮的一点都没坏，啊，天后领队这里啊，把形象不要开掉，但是你大家讲到了哦，一把青天我稳当一个，一精彩的功能，你呢讲到，啊，那第二点，不能改变，改变，改变，你让我把钱丢回来。其实那个店，连关门都没关好的，你不能给餐馆那个店的，哦，那是信任度。但是那个当中哦，面对一面十五面，哎，一面多二十多面，让你大过我。但是不管，要给他保钱，因为保钱我把所有钱我给他，但是客人讲，吃过来他就进来吃，他那对了，天干地上的吃。那面对了发挥，客人跟怎样哦？一定欣赏，好欣赏。因内底当中，咱无人个，也比老母无人个拢个少少，你一个念头个哦，一个不念头个哦，啊一个家庭不容易，好嘛？他上天梯鬼，电梯鬼，一遇到人来，那个靠个名。去整天干那，做去化妆，当有些人都 KTV， 那 KTV 来就是莫太多嘛。你看当有些熬当哪天那边那些，哦，这里先来，你现在他照不着呢，我给他照不着呢。里头买对，西上的贵，现在便宜点。一定一天电脑给你那个，以前修理嘛，什么修理进来的。一个人的思想哦，一个人的思想起来了后，会当做毁灭性的东西。